大家好，我是司命，一个为四海八荒操碎的心的男神。仙，这些都是我所管辖的地方。哟，管得这么宽呢？俗话说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有光的地方就必然会有黑暗。 在我们庞大的晨曦全景中，魔族就是承载黑暗的地方。欢迎来到魔族音乐节神魔大战的音乐现场。开玩笑的。欢迎来到传说中的魔族大本营神魔大战主战场幽都山，看着连绵起伏的空旷山野，漂浮在空中的黑色不明气体， 联想到魔族的生理们是不是都有一点胃胀气，小仙的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这黑色的气体便是魔族散发出的魔气，若是走进幽都山，你会发现它从里到外都是暗黑的，只有一朵黑莲封印着黑黑的魔族君王无知奇。他利用着被天族驱逐的黑黑的众号和汉山族的黑痴，费尽心机想要逃出战神的封印，重出六界。 那怎么可能随他的意？自然是把他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过来挨打，挨打，挨打！话说魔族如此庞大，是不能放任不管的。傅灵渊内的幽冥之门封印着魔族世界，幽冥之门大开，亿万魔君入境。在我们剧中便有两位神秘嘉宾不慎入魔，被战神封印于此。大家猜猜是谁呢？不告诉你，可以自己去看看。在。